那在这几年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这些长辈们他们有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手艺，我们从长者的这一些手艺里面呢，去发展出属于过港在地的一个特色美食。我们很会做，但是不是那么会行销，所以在行销上呢，就会有一些的困境。非常感谢中华电信基金会有这两位蹲点的年轻人进到社区，为我们社区开创一个新的路。是希望可以把学生带进来，我们是想要跟社区一起共同的成长，所以我放比较多的时间让学生跟社区来做沟通，让学生觉得其实为社区做也是为社会做，让他们都可以共赢，把自己的设计、自己所学可以回归到社会。因为我是作为沟通窗口，在解释跟我理解之后，再以他们听得懂的方式去叙述给他们，然后确认这是他们要的东西是很重要，然后是我必须去注意到的事情。他们让我觉得特别不一样是他们在设计上非常细腻，他有认真去研读到我们的故事，因为我觉得他有进入这些故事性的话，就会有感想，就会设计出我们要的东西。老师他们都还蛮热心的，他们是真正的想要了解我们在地的生活，还有我们需要请他们协助的地方，去参与他们，重点就是同理心，去融入这个社区，去了解看有没有更多可能性可以下去发展，那才能做出对他们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棒的设计。追求部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分之外，有更大的一部分呢，是在处理文化的议题，或是追求相互平等的尊重。所以它也有公共利益的用意在里面。我们其实也很感谢中华电信基金会，有看到这一点的价值，除了善意之外，也愿意去支持这么没有经验的一个团队来乘坐，这样的一个委托案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现在还是一家人。